姐姐妹妹高举手板，大方跟赖清德示爱，展现热情相挺。玉兰花项圈，一个总统也是要具备玉兰花的精神。面对国内各种事情，我必须要坚定。但是呢，面对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力的支持，我应该要感恩。赖清德造势活动上承诺肩负四项使命，保家卫国。话锋一转，再一次批评侯柯两位对手的两岸路线。你既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，台湾人民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前途了。包括按你两岸一家亲，话大概短碎一些，那你为什么说你要学习蔡英文总统的路线？这矛盾嘛。不止重申自己有能力守护台湾主权，也借姐妹会场合声明，这次选举中如何借重优秀长才。民进党的不分区不是正二代，我们也不是地方势力的代表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邀请好的人才，我的副手会花了很功很大的功夫去邀请他们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从不分区介绍到萧美琴，女性关键力量助攻赖清德一臂之力。赖清德活动压轴场就选在。